你妈找无你，真着急。心情歹啊，啉一点仔酒袂要紧，莫啉伤多啊。我细汉的时候，厝内毋是真好过，所以高中毕业。 我就出来学西啊，趁钱。我读大学，一直是我的遗憾。所以，当我有家己的家庭以后，我就拍拼趁钱，就是希望将来会当让我的囝出国去读书。我安尼敢有唔对？ 出国读书是你的愿望，我并不想要去。你所把你希望变成我的压力，可以让我做我想做的事情吗？好，来你讲，你想要做啥？你想要做啥，连你自己也不知道。 至少，你知道我不喜欢读书。叫你读册是为着你好啦，你唔知我因为册读无多是吃偌济苦。人就一定要大学毕业，才有办法赚工作，轻松赚钱吗？没错，这都是现实，无学历无能力。 你是要阿伫社会甲人比拼？我毋是一个老古板，我甲你妈对你干阿一个愿望，就是希望你莫比别人较差，毋则会用心计较要送你去国外读册。那是我做无想要做的代志。 我宁可做一个不成功的人。我真正不知道你是在想啥呢？搞懂来去。 因阿妈要起来看你，原来是阿妈要看我，你才出来找我。别你妈啦！你莫管我，你是惊唔知要给阿妈一个交代，才出来找我。你根本不想要回去吗？ 我是不是不应该送伊去韩国？别仔囝未输青粉红的。你听讲这有啥路用？
跟我讲哦，伊家己有想要做的代志，啊，我问伊想要做啥，讲袂出来。啊，敢若会晓跟我讲，伊无想要读册。啊，你哪知伊伫倒位？是阿英打电话跟我讲的。你向你传电信号你啊？哎，传一下，我看麦。无啦，不能做简讯啦。啊，你啉啉较少啦，较早困的吼，我先去哩。Oh, wow.